来跳球了，我们看看他跳球，啊，跳成了，赛开始我们看一下，弹速还是很快的啊。深圳队来做今天的第一攻，防的还是很坚决，防头防上线，对，不能轻易的突破中路。回过头来一剑，连投了三接一个，这个高低位打成啊，易建联用自己更好的弹跳和制空，还是要进攻易建联这一点。陈子杰，陈子杰这两次啊，一次单防，一次跟易建联拼篮板，都是没占到便宜。对，这在过去就是尤纳斯带中国国家队的时候，这个是进攻姚明，就是用的是比较多的配合。对，从上边就是掩护以后，四号向左侧45度拆。动得太早了，这节奏是啊，等易建联过来，易建联还没动呢，他就往上运了，这个值。也是三人的合围，打手犯规。来今天啊，休闲装。啊，这个呢没办法啊，一步过掉。厉害，这真没辙啊。不全还是没完全打开，还是。是。吕豪的犯规，11分8个篮板，只出手了8次，但是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易建联只要在场上无处不在。呼噜三连补过来，把易建联直接给撞出了底线。而且今天能够看出来，从效果上讲啊，张凯上来防呢，肯定是这个效果会比较弱，所以他用的时间短。对，能。这边也是联防。对，周鹏这也不错，要忙。球，好球！易建联，哎呦，心疼张凯3秒啊，确实顶不住啊。易建联，我们。其实要等待后面看尤纳斯对于他的使用吧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，毕竟这样的名帅啊，对于这种外援的调教还是有相当的自己的门。